马路怪手开挖禁止通行，明明是开挖排水沟，住户走出家门一看，怎么水泥地龟裂倾斜？他往前倾，那个门好像有一点点倾斜。你看他的水表都掉下去了，你没有看到？再走到对面一瞧，原来家门前水泥地以下地基几乎全面坍塌，仿佛变成大壕沟。营建署的工程却让整条马路总共四户受到严重影响。我们昨天赶快把机车赶快牵出去，我们会担心讲骑到一半落去，没剩下诶。住户反映后，工程单位紧急打入铁桩支架，避免继续坍塌。一查发现，这四户民宅路面曾经开挖过，造成土质松软，这回再开挖才会造成地基坍塌流失。不会啦，不会影响。过敏无哦，过敏无拢会灌水泥。早上那个也有主办也有来看过。工程单位说已经会勘过，这两天会把地基灌水泥，声称安全没问题，但住户心中却打上大问号。住户家门前马路全坍塌，不排除找来第三方专业单位鉴定房屋是否倾斜，向中央求偿。记者侯冠王书宏嘉义报道。